我是铁道领先跑者人，我在108年一月，1月19号龙溪站12:19突发车是有列车通过，真的有列车通过哎。有列车通过哦。这边是367，是南访寮发车进南回线。台东的南势阿鲁南阿101裁定的车王，然后加三节印度仔普通特车厢，印度仔普快车。有列车要通过。好的，先片看完再都点的地方。有列车要通过，不知道是什么柴电哦，哇，橘色的柴电头，704是进入南回线号新左营的 R 柴电头。加六节举光，这项就是折叠门举光。R10，那下面的完单都点哪地方片？等一下，拜拜。